你妈，帮我看一下，国税局借的这张要干什么？是税额试算通知书，只要核对内容没错，缴完税就算完成申报哦。但我们是退税的，那怎么办啊？可以用网络线上登录、电话语音、书面确认三种方式回复哦。如果不同意试算内容呢？可以在6月1日前利用网络或到国税局申报税额试算，报税省时享便利。